半个月，出事时候还在穿短袖，回来的家里正在烤火了。又到了吃吊锅喝老米酒的时候了。我们今年冬季新酿的老米酒已经出酒了啊！今天咱们做过风干鸡吊锅，配上我们新酿的老米酒，开一干！咱们这个风干鸡是没有加防腐剂的，它是靠盐来防腐，所以说它比较咸。咱们吃之前一定要把它切块，然后用水泡一泡。现在是冬天，我们用温水泡。这粉条不错，放里面。红薯粉条，一起泡一下，胀一下。哎，现搞点鸡汤来炖萝卜。肉膏搞起来，肉膏，肉膏。吃吃吃，起来，啊，嗯，啊，那行。我的全部在一起。好美，看我天，好美。你给那个女什么选择？躺下子吃了，现在剩下的钱。这差不多，不用加了。干的那么少。风干鸡。还是香。是不是出去半个月感觉好怀念这些一动的鸡一个窑。嗯，对呀，一动的今天是我们今年冬天的第一个窖窝。哎，你们走的时候还是穿短袖？对啊，回来的时候烤火了。没事呢，全是变化这么快。嗯，还好吃吗？真香！不是不是，那个风干鸡是干的好，味道极好的，真香的那个，就是味道好像那个肉，就是肉里面都入进去了哈。对，它是不管外面里面它都香，很入味。我在想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以为那个肉都会很老。嗯，结果还是很冷。你的肉打得厉害，可以哦。可以，真好吃。再来。这菜煮还能再提些吧？嗯，玩儿。嗯，来烤烤火，羡慕干，羡慕干，看烤烤火。